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，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，保持着距离一刻遥远，寂寞里求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不得黑手说再见，以后该做朋友又不敢牵手，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奢求，可能是真金白不是想听我唱歌呢听你搞住了嘛
啊，我想講啱啱我開頭唔係喺度唱，唔知揾緊咩嘅，我揾緊我耳麥喺邊，原來一路掛咗喺頭，我忍唔住，我係咁，我死啦，耳麥喺邊啊，係咁炒，誒，好嘅，我上次都係咁啊，唔使緊張啊，黐咗膠紙原來，我有經驗啊呢、這個，誒、好開心，今日即係請咗阿 J 做嘉賓啦，咁點解請阿 J 做嘉賓呢？其實好簡單，諗唔到我邊講咩位。之外，其實我有一個很認真的願望，想要求阿 J 幫下我嘅。係咩願望呢？就是其實我有一首歌咧，好想同佢合唱。哦，係咩嚟啊？你一定識唱嘅，因為係你自己歌嚟。係啊。咩話？我之前合唱過嘅咯喎，係咪啊？我冇合唱過呢一個 version 喎。哦。我好想現場玩一次喎。佢呢一 part 咧，好似話好靚仔嘅喎。